首先将鱼肉刮成鱼蓉状，放入碗中。葱切成葱末，姜切成片状，泡入水中，挤成葱姜水。再将葱姜水倒入鱼蓉的碗中，接着倒入蛋白，以同一方向搅拌均匀。另取一大碗，将刚刚拌好的鱼蓉倒入，接着加入玉米粉，少许沙拉油，搅拌均匀后，将拌好的食材倒入搅拌杯中，以搅拌器仔细搅打至鱼浆状后备用。菠菜洗净后放入滚水烫熟，捞出后放入搅拌杯中，以搅拌器搅打成泥溶状后备用。锅中放入冷水，加入10克的糖，搅拌均匀。使用漏勺挤入搅打好的菠菜泥，再将鱼浆盛丸状放入汤中，以小火加热至鱼丸熟透，调至太白粉水，起锅前以太白粉水勾芡，盛起后可以个人口味喜好佐以黑醋、黑胡椒粉，将更添风味。这样一道味道鲜美的菠菜浮水鱼羹就完成喽。Panasonic.